参观一下我们的龙虎区，参加我们家龙虎区啊，这里是新当地的，好，新当地的专业工具，啊，这里是 DIY 比较平价一点的，好，然后在我右手边哦，这里是新当地的引擎类，哦，各式的引擎类哦。这边是现在最新的哦，流行的，现在最流行的哦，铁工最流行的，电焊机只有的，比较只有这个哦，110、220都可以用哦，不用像传统的哦。铁工的上手的配件都有，然后下面是 CO2 汽车钣金电焊哦，然后这边。空压机的配件，空压机的配件，哦，然后钢筋剪，太阴的油压钢筋剪，哦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川方的，哦，小金刚，哦，卷扬机，还有我们巧匠之风台湾制造的，巧匠之风台湾制造的空压机，哦，巧匠之风台湾制造的空压机，哦，然后另外一边，哦，是我们的引擎。配件哦，是我们的引擎配件，双孔机、水尾、引擎环哦都有。好、哦，好，来我们一环一个。好、哦，来这边哦，各式引擎，各式引擎哦，各式引擎。抽烟机哦，抽水机、喷雾机哦，喷药机哦，各式的管路，然后抽取的武器哦，一应俱全哦，一应俱全，一应俱全哦，大家可以参考观看哦，有需要可以询问哦，可以私信粉丝团。好、哦，来到这里哈，两边哦，是我们美沃曲，美沃曲哦，两边是我们的美沃曲啊。哦美沃曲专业工具，好、哦，本店是属于都走欧系的，本店是属于走欧系的市场哈、哦。然后这里，好、哦，帕萨特，吊重工具，帕萨特吊重工具，好、哦，只有最强的台湾帕萨特才可以搭配着台湾最强的男人，好、哦，帕萨特的吊重工具，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好、哦，这种链条啊，这种链条都可以定做，好、哦，线切。你给我们，你哦，看你这个链条要多长，哦，都可以定做，哦，然后在这边手摇、手拉吊车，哦，都有。好、哦，来，我们再往这里看。看一下哦，这一台，哦，这一台环保的哦，台湾哦最强，也是台湾最强的哦，邦力割草机。邦力割草机，哦，一片，哦，轻，哦，这个非常的轻，哦，非常轻。多了哦，然后它跟引擎的差别哦，它跟引擎的差别在于说它没有震动，也没有油烟哦，然后电插了即用，开关打开，油门按下去就可以使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它的音速哦，它的音速哦，它的音速在我们一般车，在我们一般车提炼哦，提炼的就可以用，女生。在这支割草机上，哦，非常的好用，哦，不用背得那么累。好、哦，来，我们再看它的二速，再看它的二速，哦，也非常的强，哦，非常的强。这对于我们一般引擎的割草机来讲，哦，是差不多的了，差不多的。如果再遇到那个比较嫩的草，比较韧性的草，哦，我们可以转到三速。那
家听它的声音非常的强哦，非常的强。它最高速哦，相对于引擎的吸气速是50cc，哦，相对于引擎出的吸气速是50cc。好，啊，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哦，可以参考看看，哦，可以参考看看。哦，我们邦力哦，邦力的割草机哦，史上最强哦，1500瓦。1500瓦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密粉丝团，好，可以私密粉丝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23个人哦，他帮我们分享一下哦，帮我们分享一下哦。好，19来，来这里，这里是我们钢索区，哦，钢索区，各式钢索，各式钢索。从2分镀锌钢索、哦、然后18蜡、哦、2分镀锌钢索、1分半的钢索、哦、都有，然后这是镀锌的2分镀锌，然后这个是钢索，一般钢索，然后我们的是都压头式的，都压头式的，好、哦、压头式的啊，有什么需要有定做的规格哦，里面没有的哦，我们都可以帮你定做，都可以帮你定做哦，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私密我们粉丝团，好、哦、可以私密我们粉丝团。来，这里是我们的一般机械区，一般机械区。好，来，我们往里面走。好，来这里。这个是向龙集团，专业的轮胎，专业的轮子，小轮。好、哦，所有的轮子都有它的单颗荷重，只要你告诉我你的载重量、载重是多大，我就会配轮子给你啊。可是你要告诉我说你的轮子是推在什么路上啊，什么用途，是固定的静止不动，还是移动式的啊、哦？如果移动式的话，我们建议是用 BR 橡胶会比较好推。然后如果你是固定式的，称载重固定式的时候。建议你用 PP， 好，因为第二轮载重静止的状态下，你可能放置了一个礼拜，它会变形，好，可能放置了一个礼拜它会变形 ，PP 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好 ，PP 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好，如果这些朋友们哈、哦，粉丝朋友们哈、哦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这些东西的话，好，请私密一下粉丝团，好，我们将专人为你服务，好，来。